就亲眼看到小妖果在换尿布的时候，直接尿就喷出来。那很好，哇，童子尿辟邪。哎，三个外带一瓶，最近需要。我来去收集一下。我们可以五瓶吗？一瓶一瓶。或者在这个山里来的熊孩子学习这个经验，我已经跟我姐说，我觉得你可以放心把小妖果交给我了，我现在照顾小孩子很有一套。一开始其实我每天都去陪他看他，因为就是很怕他会不会心理上面有什么状况，不过他现在一切都蛮好的，恢复的也很好，不过他也是有一些崩溃的瞬间，比如说小朋友哭啊停不下来，他就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，交给你的。新手爸妈的烦恼。我觉得小孩子长得比较像爸爸还是像妈妈？我觉得像我姐姐小时候，然后也有像爸爸，就是真的是两个人的综合体。然后我姐说她人中很深，就说到底像谁啊？可能是像小姨。姐姐有要什么时候去登记结婚？这个问她好了。这个部分就是现在，其实真的现在见到面啊，就连我爸妈也是，都会不小心的忽略掉产妇本人，因为你的 focus 就会在啊小朋友，然后就一直看他咚咚咚咚咚这样，就是很像蟑螂。那你敢帮啊？我觉得我敢，因为那天我有看着护理师在做，我又把它录下来。然后就很专注在就是学习。我那天我姐姐在跟我视讯，然后就亲眼看到小妖果在换尿布的时候，直接尿就喷出。那很好，童子尿辟邪。三个外带一瓶，最近需要。我来回去收集一下。我们可以五瓶吗？那你昨天知道那个伤势，现在还好吗？有。都换今天看吧。因为它是真的有洞，我没有想到撞出一个洞，就是一个闪电，还撞出一个 L 哦，那就是露露啊，对，甚至表姐露露，那到底敢不敢生小孩？先有对象，对，介绍我认识那么多人，我退出这一类的江湖，对。单身多久？好久哦，不可考，不可考。所以跟方姐一起住的人，你很多个哎，你说哪一个？关系很好哎，我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有联络，我是属于那个朋友型的人，不是那种会贴花名哎，对，甚至跟阿达都还有联络。你有恭喜华哥吗？入围还没，他又不是第一次入围。一开始他这个戏播出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表演有很大的回响。那其实我也吓到，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：“刑警，我是谁啊？”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后来才哦，我说那是我哥哥演的一个角色。其实我会觉得他演这么好，我觉得是应该的，好，因为他本来就很爱演戏啊什么，所以他演这么好，我觉得哇，他本来就这么厉害啊。可是后来我也自己去看，我说哇塞，真厉害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你觉得他可以拿下金钟奖，有信心？我希望。对，我待会要去烧香。那你会去典礼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人家没有邀请去，很奇怪。不太喜欢你了，我不懂。关心一下那个李亚伦最近的状况。有啊。我们还是会互相问候啊。知道节目入围，他会很开心吧？对啊。应该知道，但他没有表示什么意见。我上次看到阿叔，他状况。OK 啊，我们也就是尽量在旁边，就是让他知道我们都是他好朋友。那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表示什么。